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加速全球云端教育市场蓬勃发展。5G 的时代来临，也成为推波助澜的助力。台湾这个线上教学团队利用募资模式，确保市场需求，让有才艺的人都有机会透过授课赚取收入。不受限地点，及时性的上课方式也成为了优势，就连海外学生都来上课。而团队也趁势进军到东南亚以及大陆市场。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吉他手自弹自唱，尽情展现表演技巧。他们面对的不是现场粉丝，而是这个摄影镜头。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吉他弹唱诊疗室。接下来一系列课程会教大家如何拿吉他，然后到简单的弹唱，然后以及编曲。最后我们会做歌曲的示范部分。四位吉他老师平常是商演舞台上常见的表演者，透过平台，他们把才艺共享到线上。像我们在收实体课程的时候，有些学生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职业会比较忙，他有些时段就没有办法配合就是上课的时段。那如果就是看线上课程的话，他可以不受时间的跟地点的影响。受到疫情冲击，2020上半年艺文活动几乎全面停摆，才华洋溢的音乐人组团转战云端教室，持续带来收入。到公共场合我们需要戴口罩啊，对，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好像出门上课会很麻烦，所以在线上课程的部分，我们就想要说，要不要多规划一些像是推广这个教程的一个活动这样子。随着 5G 时代来临，数位影音创作门槛降低，速率提升，成为线上学习产业的发展契机。平台能主动开发课程，或是拥有一技之长的素人，也能提案卖才艺。什么是表演？该怎么表演？这个台湾规模最大的线上教学团队，靠群募模式，彻底改变传统师生教学方式。想学什么内容，由学生决定。课我们都会先经过一个募资的概念，那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有点像是传统满几人开班这样的概念。老师会先经过一个大众市场的预购，那确认有这个需求跟保证它的最低收入之后，他再来做后续的这个正式课程的投入制作。透过募资，想开课的老师能用较低的成本了解市场，募资成功后才开课，除了授课收入有保障，也能顺势提高老师曝光度。平均一个老师课程的收入大概可以拿到6-7成的收入，所以跟传统出版会有点蛮大的差距，是我们开启了企业内训的通路。所以老师来好好开课，不仅可以卖给一般的市场大众，他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帮助进入到像是大企业里面内部的企业训练或者人资训练这个部分，为老师创造了更多人的收入的标准。过去习惯和学生面对面的讲师走向线上化，影音教学方式得重新调试，成为一大挑战。平台方为此成立摄影后制部门，一条龙式提供客制服务，包装课程。除了剪接之外，后制上会做像动态影像或什么一些辅助的东西，然后去让课程更加明确。我们先很自然的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同学们，我们现在这个单元呢是花瓣秀。把教师搬进摄影棚，这是平台协助录制的刺绣课程。摄影师和讲师录影过程得充分沟通，才能把一个小时的实体课浓缩成15分钟的影片。课程一开始，我会分享刺绣的基本观念，从工具、线材到拉力控制和针具。我们透过线上课程的条列式的一个章节，然后检索的这些功能其实是可以更加分的，因为我们实体课它的是线性的时间，可是线上课我们是有一个片段一个片段。那因为我们在设计上面是针对一个针法是一个影片，我们不是混杂型的，所以当同学不小心忘记，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复习一下花瓣秀，那我可以很快速的在这样列表上面找到花瓣秀这个影片。
过去老师上实体课能依照学生反应双向互动，随时调整内容，转移到云端教学后台的作业区，成为师生沟通的平台。同学会拍摄他们的画面给我们看，比如说，为什么线会这样松松的，或是哪里皱皱的？那根据我们常年的教学经验，我们很快的可以透过照片知道问题点在哪里，马上可以抓出关键，所以我们可以很精准的针对他的问题回应。从素人到 YouTuber 或是知名艺人，平台已经超过400位老师上线开课。2019年营收突破1.5亿，除了台湾学生，有20%流量来自海外华人市场。论比如说科技啊，或者是管理等等，其实现在大陆有非常多很厉害的人才在去做竞争。那反而我们综合评估之后，觉得台湾在设计领域是更值得去做推广的。所以其实，在大陆目前，我们是专注在设计领域。受到疫情影响，教育界数位转型成为全球趋势，自主学习新时代，不同领域的课程内容突破上课场域和时间框架，将在云端平台百花齐放。